中间的话一样，我帮大家印一些简单的小 logo 的印花，然后副乳的话也收得很好，那就利用了一些小撞色的线条，然后来做不一样的变化。棉裤大家都很怕，然后但它就是一个完全不贴身，感觉就是一条腿可以穿两条腿的概念。裤长更棒了，超级友善的，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。这个是比我一般在介绍裤子都还要弹，它是目前螺纹里面最弹最弹的料子，里面你可以选择再穿平口的、细肩带的、背心的都可以，或是你想加有短袖的小 T 恤也可以。那它有一个太棒的好处，就是可以遮住前面，然后这边有做一个开叉点，然后屁股也遮了，然后长度的话非常的友善哦，穿球鞋就好，平底鞋就好，拖鞋、凉鞋就好，都不太需要改。如果你想要，这边腿部线条长一些些，你也可以像小帮手扎进去。